这是我，这是宁静自在的我。艺人马念先受邀担任台北捷运万大线宣传大使，和台北市民分享生活日常。捷运公司也提供六款车厢外形涂装，邀民众票选。网站超过87万人浏览，吸引11万人参与投票，选出心中最亮眼的车体外形。哇，是我们的朝气蓬勃，得票率是30%。票选结果出炉，这款列车以蓝色水波流动线条，如同万大线穿梭新店西和大汉西的朝气蓬勃款胜出，共获得33,129票。万大线电联车由法国公司制造，每列车有4节车厢，可以载客700人，并且透过无线通讯号志技术实现全自动无人驾驶，预计在112年底运抵台湾上线服务。所有的事宜去选择一个我们捷运将来的一个涂装的外貌，就像我们这个要出厂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亮丽的外表。捷运万大线第一期整体工程已经达54.56%，第二期整体工程预计在民国117年完工，将来渴望缩短中正万华及中永和土城的交通时间，让台北地区往来更加便利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